大家，我史蒂夫又来了。哎，前方有一个箱子和一个红石块，打开箱子，这么多末影龙头骨，拿出来一个放红石块上。激活了，嘿嘿，再打开箱子看看，我去，怎么都动了？What？来来来，魔法课堂到了，我们都知道，放两个血块加一个南瓜就会生成血傀儡。那如果用血呢？好的，我们用血叠加两块血块的高度，最后放上南瓜。What？为什么不管用？What？来挂洞了，哎，发现一只小白白，拜拜了您嘞。在这边挖个坑倒水，拿出我的锄头。What？什么情况？石头上种庄稼？是鬼。摆上四块木板，中间倒入岩浆，在旁边点火。大家都知道，木板遇到火肯定是会被烧没的，哎，这很正常吧？但是如果我们把木板换成木压力板，再试试呢？看好了，屏幕前的各位，走你。2000 years later。为什么？喂？挖坑，放入一口大锅，放上轨道，扔上矿车，放一个苦力怕，走你。那你这苦力怕怎么穿模了？呵呵，把你堵在这儿。现在我们把游戏模式改为生存，看看苦力怕还能不能炸到我。哎，小样，你怎么不炸了？嘿嘿。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如果有讨厌苦力怕的，赶快试试呀！素晴らしい。哎，露手了，露手了！我露 ，what？MC 有重力了。屏幕前的你觉得这科学的，就给士兵长安点赞支持一下；觉得不科学的，请在弹幕打出离谱。MC 什么时候这么科学了？这还是我玩的那个 MC 吗 ？What？ 呜呼，来沼泽了！我需要粘液球。对不住了，各位史莱姆们！OK， 够了，制作一个工作台，合成点粘液块。接下来我要制作一个屏幕前的你绝对没见过的生物。首先像制作铁傀儡那样摆好一个粘液块 T 字形，最后放上南瓜。粘液傀儡出现了。好家伙，你竟然敢打你的主子，你分不清我是你的主人吗？我去，这粘液傀儡手这么长，还挺难对付。不过你强任你强，我照样 Q 掉你。那你怎么又分解成了两个？这就非常离谱啊！是鬼。大夏天的热死了，吃点西瓜解解暑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水流怎么到这里不流了？那就让我做个好事不留名吧，走你。这才科学嘛！素晴らしい。挖矿了，挖矿了！多挖点铁矿，建造个工作台。我需要熔炉，烧成铁锭。OK 了。我要合成点铁栏杆，接着合成一个锁链胸甲。当当当当，科学嘛！我还有一个锁链头盔，我还要靴子，还要裤子。OK， 大功告成。哎，兄弟姐妹们，我史蒂夫又来玩 MC 了。今天我们干点什么呢 ？What？什么情况？这小花花长在了沙粒上面。What？ 老规矩，挖个大坑，还是放上一层灵魂沙，把这个坑灌满水。老粉已经知道接下来要玩什么了吧？新粉还一脸懵，不知道干什么呢。好了，倒上岩浆。那你……哎呦我去，岩浆流不下去了。你们说神奇不神奇 ？What？哎呦，我们又来扭曲森林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呢？随便挖挖吧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下界竟然有水？这不科学呀！屏幕前的你觉得这科学的，请给视频赐予一个赞；觉得不科学的，请将离谱打在公屏上，好吗？我去，为什么我重新放置水就会蒸发呀？真离谱啊！是鬼。撸树喽，撸树喽！搞点木头，合成一个工作台，合成一把木镐，挖点原石，多挖几块。What？ 这石头怎么会跑？纳尼？什么情况？石头成精了 ？What？ 茫茫的青青草原，我来了。哎，前面有只苦力怕，还好我有弓，揍你！什么？打不住？我去，什么情况？史蒂夫，我录完手回来了，你咋还没搭建好？催什么催？一天天的就知道催。哎呦，好家伙，史蒂夫脾气还挺大呀！炸！什么情况？炸！啊？不是吧？我勒个去呀！这也太离谱了。What？ 哎，前方发现一瓶药水，有了，我知道该怎么玩了。嗨嗨，我喝。
What？ 我怎么悬浮在空中了？这药水的功效不对劲儿啊！啊！原来我变成了巨人。啊，死鬼！哎，这附近也没一只羊羊什么的，还想搞点羊毛呢？我了个去！这苦力怕怎么回事？怎么长成这样了？这还是我玩的 MC 吗 ？What？ 哎呀，嗨！你们这两只小白这么不自量力，敢跟我对打？先解决掉你们再说。好，制作一把剪刀，把刚才获得的几根骨头分解成一些骨粉，九个骨粉合成远古化石，一块远古化石加一把剪刀会生噔噔。哦，小白头盔，那你这也行。啊，死鬼！哎，视频的最后我们要干点什么？啊，这草怎么是这个颜色的？枯萎了。纳尼，破布草，这不是超级 TNT 被引爆后的生成物吗？这玩意儿在生存模式下不能获得呀。哎，兄弟姐妹们，我史蒂夫又来 MC 了，去前方撸点木头，要想复仙撸树木。啊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吓我一跳。我去，这是苦力怕吗？哇，哎，兄弟别挖了，就你这空手撸木这速度，别挖了，别烦我。哎呀妈耶。发现矿洞，准备挖矿。What？ 这逆时怎么倒过来了？哎，真离谱啊！纳尼，苦力怕也倒过来了，这发生了什么？屏幕前的你觉得这正常的，请给视频长按点赞3秒钟支持一下；觉得不正常的，请将离谱打在公屏上。What？让我们制作一把打火石。OK， 来到外面的河边，对着河面就是这么一点。糯米，等等，河面怎么变成下界传送门了？跳进去看看。哇塞，还真来到下界了，这不科学呀。What？ 下雨了，赶快回家，我最讨厌淋雨了，回家之前先把我的马铃薯收了，这大雨天的别把庄稼都给淋坏了。 2000 years later， 找到工作台，拿出小麦和马铃薯，等等，合成了土豆面包，你们见过这种新食材吗？死鬼！来矿洞喽，让我挖点铁矿。挖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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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我去，这怎么还有个岩浆池啊？吓死宝宝了！还好反应迅速，要不然我就交代到这儿了。呜，还有意外收获呀！真是大难不时必有后福。哇 ！What？前面就是村庄了，让我们去村庄做做客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前哨站怎么坐落在村庄了？好家伙，你个老六，居然把村民的家都霸占了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必须要替村庄消灭掉你们。去嗝屁吧你。现在我要解救铁傀儡。 OK， 我的使命完成了，不用谢，我的名字叫 Steven。死鬼！嗨，撸点木头回家了，把珍藏多年的钻石块拿出来制作一个工作台。OK， 八块钻石块加一个工作台，噔噔，钻石工作台，这就非常的不错呀！既然是钻石工作台，那肯定制作东西都是钻石材质的吧？让我们试试，制作一个钻石镐。糯米。哇，真科学呀！不知道屏幕前的你喜不喜欢这样的工作台，反正我 Steven 是爱了。来，挖个坑，下面可都是基岩，放几块 TNT， 我觉得 TNT 肯定炸不坏这些基岩。投出红石火把，走你！糯米，我去，什么情况？基岩都被炸穿了，太阳怎么跑到下边了？跳进去看看。什么情况？妈妈！嘿，兄弟姐妹们，咱就是说，你们见过这样的 MC 吗？看看这些 MC 生物：土羊、草块鸡、木节掠兽、沙鱿鱼，还有其他一堆奇怪材质的生物，咱们就不多说了，大家自行观看。如果原版 MC 的生物都变成这样的材质了，你们还都会喜欢吗？OK， 紧张刺激的速通赛要开始了，要想复仙撸树，走你！下一步合成工作台木棍，接下来我要合成一把木剑。糯米 ，What？ 什么情况？怎么合出了一个木工具棒？哎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再撸点木头回来，我合成一个镐子，挖点原石。
我不要木剑了，我要合成石剑，总该可以了吧？纳尼，石工具棒，我服了。What？ 来，让我们放上一些五颜六色的旗帜，接下来放上蜂蜜块，看好了，别眨眼，一种独特的视觉体验即将开始。怎么样，有没有感觉这些旗帜在跟随你的视线变化？是不是感觉这些旗帜就跟嵌入在蜂蜜块里面一样啊，非常的立体，但实际上它们是没有动的。接下来让我们换成粘液块试试。哇，粘液块也是这个效果，你们也可以试试哦。死鬼，又到了每日魔法时刻，先打开百宝箱，拿上今天所需的材料，铁针、羽毛、沙子、大型锤地液。 OK， 开始实验，先把这些大型的锤地液放上，接着我们依次用铁针、沙子和羽毛来测试这些大型锤地液的抗压能力如何呢。可以看到，第一个锤地液放上铁针依然岿然不动，第二个锤地液放上沙子那更不用说了，沙子跟铁针比起来轻太多了。那第三个锤地液我们既放铁针也放沙子，我去，这都能扛住，不错呀。那最后一个我们放上羽毛， What？ 一片小小羽毛就扛不住了，不科学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在 MC 中身上起火了，赶忙进入水里就能灭火。但是如果我们先坐到船上再进入水里，还能不能呢？答案是不能。认为正常的请给视频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认为不正常的请将这不科学打在公屏上。唉，整天制作武器工具才能玩 MC， 这也太麻烦了。如果能把手臂变得强悍就好了。当然，今天我们的史蒂夫实现了这一梦想，他拿出了珍藏多年的附魔书，打开铁针，一款附魔手臂打造完毕。诺尼，现在就去试试它的威力。诺尼，面对猪猪就是轻轻的一下，香喷喷的猪排就掉了下来。哎 ，MC 老玩家都知道，天黑了要睡觉。什么？一张床只能睡一个人？一看你就不是 MC 老玩家，让我来教你如何卡 bug。 当第一位村民睡着的时候，我们放第二位村民，然后趁床一个不注意打掉他，接着快速重新放置，这样就可以卡他 bug。 你们学废了吗？诺尼，谁这年头还用剪刀剪羊毛啊？看好了，铁剑不也行吗？啊，什么？你们玩的 MC 不行啊？那你们肯定不是正版 MC。 不说了，撸点木去。2000 years later， 合成一把镐子。等等，下界合金镐，屏幕前的你说这科学吗？科学的请给视频长点赞，给个推荐吧。觉得不科学的请将离原上谱打在公屏上。前面有个断崖，怎么过去呀？不要慌，拿出沙子。诺尼，哎，这不就过来了。身上的钻石不够多，如果能种钻石得钻石就好了。先耕地，接着种植钻石，呵呵，科学吧。来来来，教大家制作一个你们绝对没见过的铁傀儡。制作条件是在灵魂沙上面放一个压力板，噔噔。诺尼，金属感爆棚的铁傀儡你们见过吗？诺尼，哦，他亮红眼了，拿出武器 A 你一下。杀！哎，就这么不经打呀？死鬼！哼，金锭炼制好了，我要制作一身金甲，做一个安静帅气的金甲史蒂夫，裤子、头盔、靴子应有尽有。哎，突发奇想，如果把这三件护甲放在一块儿，会合成，我去，黄金太空服。来，今天我史蒂夫给大家表演一个勇闯锁链。好紧张，好恐慌，伸开双手，我来啦。What？ 哎，这儿有个下界传送门，上面有块告示牌，环游世界，哎，进去看看。哎，这不就来到下界而已吗？嗨，我还以为，这儿还有个告示牌和传送门，再进去看看。哇塞，这是来到了哪儿？这个 MC 看着有点不一样啊。What？
谁说鸡盐坚不可摧的？今天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木船穿鸡盐，看好了。啊，怎么样？你厉害不厉害呀？来村庄喽，看看有什么好东西没有。哎，还不错呀，让我制作一把剪刀。哎，你看什么看？再看我就。村民的鼻子没了。What？ 来来来，给大家表演一个好玩的。首先放一个红石轨道，再放一个普通轨道，像这样依次交替。OK， 再放上红石火把激活，接下来打开指令台，获得一把调试棒。接下来就是见证有趣的时刻。那你。2000 years later， 放上矿车，走你！呜，屏幕前的你学废了吗 ？What？ 呜呼，黑曜石和打火石都有了，让我制作一个下界传送门吧。打开工作台，走你！诺尼，等等，下界传送门合成完毕。怎么这么小一个？这能进去吗？死鬼！大家别看我现在身上没有任何装备，我只需要轻轻一蹲，装备就爆出来了。诺尼，屏幕前的你觉得是科学的，请给视频长按点赞，给个推荐；觉得不科学的，请将离离原上谱打在公屏上。快看，前方有头小牛牛。我也不想伤害你，那就把你变为我的牛牛储存箱吧。走你。每次到沙漠看到仙人掌，就想给他的刺儿拔光，这样他就伤害不到我们了。今天我一定要实现这个愿望，拿出剪刀，走你！来，放上两个活塞，还有两块鸡盐，拿出两块不同颜色的木板，放上红石粉，放上拉杆，接下来他们会融合成为什么呢？走你！我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快来看，教大家制作一个新型传送门 TNT 传送门，你们肯定没制作过吧，看操作就完事了。 OK， 拿出打火石，走你。诺尼。 What？来村庄喽，先友好的拿点东西再说。去村民家看看。哎，这个村民屋里怎么没人呢？我去，床上那是什么？这么小一个村民。拿出活塞，放上按钮，再放上物品展示框，放上一颗钻石。 OK， 按动旁边的按钮，噔噔，变出来了两颗钻石。What？ 放上活塞，然后再放一个粘液块，在粘液块周围放上紫水晶，放上拉杆，走你！哦，一个紫水晶生成装置诞生了。死鬼！来来来，放上两块粘液块，在顶部放一块西瓜块，当当，一个西瓜傀儡就诞生了。它能发射出粘液球攻击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教大家制作一个箱子精，中间放一个物品箱，周围放木罐，最后放一颗钻石。箱子精诞生了。快看它跑得多快呀。屏幕前的你认为是科学的，请给视频点赞推荐一下，认为不科学的请将离离原上谱打在公屏上。挖个坑，倒入岩浆，旁边再挖个小坑，放入锅，再往锅里倒入岩浆，在左边的大坑放入赤足兽。可以看到赤足兽是不怕岩浆的，甚至非常享受。而右边呢？我去，赤足兽嗝屁了。What？ 来下界喽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哎，发现下界石英，哎呀，全都是我的啦！嘿嘿。诺尼，我去，那怎么回事？还有水，下界有水，什么情况？这不科学呀！上去看看。What？ 下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这还是下界吗？放个床验证一下吧。附近发现绿宝石矿，挖掉挖掉，获得一块绿宝石，不错。哎，前面有岩浆，如果把绿宝石扔进岩浆里面会怎么样呢？诺尼，等等，岩浆变绿了，真不错呀。那把钻石扔进去呢？我去，这个颜色好看吗？屏幕前的各位。What？ 挖了三颗钻石，先回去制作一把钻石镐去。
What？ 为什么制作不出来东西？不对呀，明明就是这样摆放的呀，难道摆错了位置？那你哎，好了，我去，怎么是倒着的钻石稿？这还能用吗？下去试试。2000 years later， 竟然也能挖，真离谱啊！すごい。带大家看看我的羊驼乐园，推开门，屋外都是可爱的羊驼们。嘿嘿，我喜欢羊驼。我去，什么情况啊？怎么一只羊驼朝我攻击？不对，长得像苦力怕。啊，又像羊驼。我去，什么生物啊？这是。拿好武器装备，准备出发，前往下界。我来喽。哎，有点困了，先放张床睡一会儿。撒。精神好多了，又有点热了，撒点水降降温。屏幕前的你认为这科学的，请给视频长按点赞推荐一下；认为不科学的，请将黎明原上谱打在公屏上。What？ 制作一个下界传送门，拿出打火石，走你！下界我又来喽！我去，什么情况？这恶魂怎么长成苦力怕的样子了？哎，真离谱啊！赶紧把传送门堵住，吓死宝宝了。死鬼！哎，我史蒂夫又来 MC 了。在这附近转转看看。哎，我怎么感觉我这视角好像变低了？不对劲儿啊！切换一下视角看看。那你，我勒个去，什么情况这是？我怎么半截身子卡到沙子里面去了 ？What？ 大家都知道末影人最害怕水，但是如果放一个锅，往锅里面倒入水，接着将末影人放进去，噔噔，竟然不怕了。拿上剪刀，我要去剪羊毛喽！白桦树林是最容易出现羊羊的。2000 years later， 哎，发现了，快看，它就在那！我去，什么情况？怎么这么大一只？这旁边还有一只黑的。What？ 哎，不管了，看能不能剪掉羊毛再说。那你，好家伙，还真能啊！搭建一个下界传送门，拿出打火石，走你！再拿出水桶，等等，我们把传送门装到水桶里面了。这就非常科学呀！接下来还有更科学的。糯米，传送门被我倒在了地上，像水一样。有人会问了，这还能传送吗？当然能了。割点草回家，从库存里面拿出点红石粉，打开工作台，一堆草架上红石粉，噔噔，生成了红石花。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下红石花的功能，放上停地，连接红石粉，最后放上红石花。呜呼，停地被引燃了。屏幕前的你说这科学吗？ What？ 去下界转转。哎呦我去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凋零也不像啊，这是什么生物啊？好了，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点个关注哟，点关注不迷路。